早上吃了两个小鸟蛋，还有吃了一碗稀饭。稀饭？嗯。可以，吃饱了吧？吃饱了。看媳妇儿在这里弄，弄好了没？看美颜了没？刚刚背光，给你弄个是亮点的。是，打扮的要去了。你看美颜了没？没看啊。我画的再好，你不看美颜有个屁用。没看美颜啊。你那么多书你拿了回来不？我不需要拿回来啊。啊。我老师给了个路口，在那个路口发放就可以了。老师为什么挑你去啊？只是一个组长而已，是不是？班上有好几个。像我这么积极配合工作的，还有佳佳学习这么好的，当个小组长，完全是欧了，是不是？要对自己有信心，是不是？佳佳这次期末考试考了全班第二名，是吧？是啊，第二名可以。要对自己有信心，是不是？我就是这么的狂，我就是这么的嘚瑟。第二名可以啊，第二名值得的第一嘚瑟，是不是佳佳？你爸爸上小的时候还没考过第二名呢，那你有脸说？哎，真棒，去吧。你爸爸没有考过第二名，是不是？妈妈可以给你嘚瑟一下。嗯。妈妈一直都是前三名，并且在高中时代三年的学习委员。嗯。怎么样？够嘚瑟吧？哎，你爸爸是班里的那个啥，也不能说小孩子王吧，就天天玩，知不知道？你爸爸的天天班里边。你有毛病啊！咋了？是你这样的吗？是你学习好了。虽然你想实事求是，但是你也得妥一点，好吧？没事，玩也是重要的一部分。去吧啊！拿个鞭子在装东西啊。书太多。再见，爸爸。再见。抱不动，就扛不动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媳妇儿说回来要12点以后了啊，然后我做饭，今天给她做她最喜欢吃的。米饭，这个米我刚刚咬的时候我就看到有黑的啊，这是虫子啊，这是啊。刚刚呢，我网上查了一下，说这个是米虫，就是天气太热了就会生虫啊。这媳妇儿出去2个月。可能这袋米打开没怎么吃，就放在外面就生虫了。然后查了一下，说也能吃啊，也能吃，没什么问题，把它洗干净就行了。洗了两遍就没虫了，那虫都是飘上来的啊。你看，就2只了。这过好久没用，我都不太会用了。这样就行了。今天呢，我打算炒两个菜。第一个呢就是豆芽，醋溜豆芽。第二的话就是这个青椒啊，青椒炒这个腊肉。这个腊肉是在拉萨买的，当时还买了腊排骨。这路上呢腊肉一次没吃，把那腊排骨全部吃完了，味道还可以。这还有新鲜的肉，我就不做了啊，放冰箱里去。这块豆腐也不做了，晚上再做。这个青椒昨天在超市买的，你看都不太好了，媳妇儿买的都是烂的，不过捡捡也能吃啊，这肯定是处理的。看，才1块钱啊，1.2块。这个是洗碗的啊，这是那个丝瓜那个瓤。今天明明跟我在家里啊，那来明明去玩吧，爸爸洗菜。把这有问题的给它切掉去。这样就行了，这就随便切一下算了。块大一点，
开始炒菜。大家看看这个腊肉，五花的啊，看着还可以。这肉炒的好像有点干了呀，应该熟了啊。我要尝一个试一试啊。哇，很香啊，可以的，熟啊，放辣椒，辣椒下进去了，这油出的有点多啊，这等着老婆回来吃啊，最爱的这个米饭，然后这个也比较下饭。看着不错啊，这个肉和青椒还是比较搭配的。媳妇儿回来了啊，咋样，累不累？还可以。现在都一点钟了，辛苦了啊。差不多弄完了，有几个同学，他爸是上班嘛，得下班嘛，等他一会儿。还有就是不在咱们这里的，在外地的，这个是在外地的。书给他放好是吧？放我们家。行。过几天才来拿。天气很热啊，你看今天是大晴天。这媳妇儿一回来就开始剥水果，把它给吃了吧。你看放家里都放干了，你们都不吃。这个火龙果咱们这里很便宜，一两块钱一个，在拉萨那边，在西藏那边十几块钱一个，那不是翻了十倍。没办法，那边的交通那个样子。辣椒炒肉炒好了，还有个茄子，茄子媳妇儿炒，她炒的好吃。这个片挺大的呀，人啊，你要做成什么茄子？怎么了？做成什么茄子？就普通炒茄子。看看我的米饭怎么样。哇，看着还可以啊，我做的。我们三个坐在这里准备吃了啊，等着开饭。盛饭呗，还等着开饭。佳佳呀，你在想什么？我没想。明明不要咬衣服好不好，你要把衣服吃了吗？朋友们，我们的饭做好了啊，这米饭，两个小菜，还有这个。好久没有吃米饭了吧？嗯。吃吧。妈妈，你喝的。你为什么不吃米？这米吃的还行，还挺筋道的。吃饭呢？还有。来，朋友们，这炎炎夏日，一杯冰的啤酒。哦，可以，啤酒比那个菠萝啤看来要好喝一点。那菠萝啤都是饮料，好喝吗？还可以。今天这顿饭我做的还可以吧，圆圆？还可以，我的宝。啊！我的个宝！真没事找事啊！我的宝咋了？你喝不喝？我不喝，我这喝的是米酒。来，朋友们，哇！真是我妈不在，你在这里胡言乱语。没有啊。你不是我的宝吗？不是。那我的垃圾好吧。